新盤浪接浪，長實地產旗下元朗安寧路項目命名為細就 UC Square， 一共提供1129伙。發展商話計係內維港升案之後會接力登場。今次我哋主打咧，全部都係兩房同埋三房嘅單位嚟嘅。咁但係兩房嘅數目會比三房多啦。咁即係其實如果咁講，就超過一半係兩房啦。咁兩房嘅實用面積咧，會由420尺起嘅大約。咁一個好寬敞、好足夠嘅生活空間啦。咁至於三房咧，就大約係650尺到嘅實用面積計。根據我哋而家嗰個 schedule 嚟講咧，咁應該就係話維港星岸跟住，應該因為呢個盤都好快推出嘅，咁所以變咗嚟講。我哋都好有信心，應該係跟住推呢個盤。咁月內有冇機會開賣？有機會，攞到 consent 咪可以開賣。細就位於安寧路38號，即係前元朗村項目，目前正待批預售樓花同意書，預計關鍵日期係2016年12月30號。